桃园真的是出来了，几乎就是展现这王牌的架势啊！不管他的球威真的是非常好，也是这一次比赛甚至是中校可以拿冠军的最大赢家。今年的冠军是我们的台中的中校国小，画面真的要留下来就很特别。这一球在左边方向，哇，就是冠军战，已经打得非常好了。结果三振出局，桃园跟着走出来，朱罗山杯的冠军宝座，桃园还帮忙丢彩蛋。对，两队的小选手是一起同乐了，几乎就是展现这王牌的架势。不管他的球威真的非常好，也是这一次比赛真的是中校可以拿冠军的最大赢家。绝不可惜，因为我们那个前几场比赛都打赢四次，我们练球才练一天的，两张啊，练一天的软式，所以我会觉得很可惜。不是什么意思？说不对，我会觉得怎么了？我会觉得很伤心。那有什么？没有开心了，可以打到半亚军也是不错。看好像每场比赛输得到这样。真的是站上了投手球了，阿练有记得拉吗？Oh no！ 导播太坏了吧！学一下，那个看是要怎么样眼神啊？所以不想被林月平总监识破，记得把墨镜给戴起来，要不然他可能会发觉到你今天不想上场。哇，那个墨镜厂商都准备好了，对，这个统一是要整队，哇，可能要买很多了。回到场上，这原本今天的先发捕手萧玉龙同学，他真的是站上了投手球。阿练有记得拉吗？Oh no！ 导播太坏了吧！哇！这是今天比赛的一个亮点，没办法，因为他刚刚把这不是他把护裆拿出来给这个下一任的捕手，是，所以他必须把交接，对他必须。这个刚才摄影的妹妹爆播拍到，这个要是拍到，这个萧同学花用多少钱把这个拍下来？阿鸟哎，即将上场打击的是第六棒，代号13号林子俊，很可爱，但没有办法，大家都拍到啊，这个教练，教练场边在拍，大家还是要提醒他，大家嘘嘘，不要讲，这样才有自信投起来。我相信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他不会记得，他只会记得说他曾经在。电视转播的场次在投手球上拉拉链，我相信大家现在全部的心思，现在焦点已经不在场上了，全部都在你那个拉链身上。我现在交易高工也红了。